真足辛苦啦，非常辛苦，用这个我们团长哈啊独自这个来撑这个团队啊，而且那一次的话也得到很好的这个成绩。那去2008后来接受韩国的邀请到韩国嘛啊巡回演出哈、啊、巡回演出。那同时2005年也是陷入我们舞蹈的团队啊，所以说我们也很高兴师姐们在这么短的时间啊有这么好的表现。那今年啊是几月份要去比赛？七月要去到啊，又要到这个马来西亚比赛啊。那我想我们祝福师姐们这次去会凯旋归来啊，那让我们很感动。但是带国家的国旗去的哈，啊，去国家的国旗安内哈，去的话是代表我们国家，所以我想我们非常的对这个团队我们很感佩，那也祝福这次有好成绩表现哈，那我们会跟过去一样给予协助啊，给予协助。旗开得胜，为台湾争取佳绩，是我们的台湾之光啊。